哈喽，各位小伙伴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雪龙。今天呢是雪龙视频巡查的第29期，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被举报玩家的视角。那么今天的这名玩家到底有没有违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此次的被举报玩家有点特殊，竟然还是一个巡查员，那这把我可得巡查的仔细一点了，绝对不会放过任何的细节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是一把黄金岛模式，这名巡查员打的不是单人双排就是单人四排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巡查员的操作。此时他的旁边是有一个人的，就在对面楼那里。注意看，我们的主角要上了，成功来到对面楼上。注意看操作，此时他应该是在听脚步，听完之后直接干。这第一波呢是没有发现任何毛病的，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波。在这里对面山上是有三个人的，此时我们的主角已经发现他们了。接下来我们看操作，应该还差一丝血，这个呢应该是一个人机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好，打倒了一个。然后我们的主角就残血了。这第二波呢也没有发现任何的毛病，我们直接来看第三波。OK， 也是轻松的灭了一队，第三波也没有毛病。我们直接来看第四波，此时前面防区那里出现了两个人，注意看这名巡查员的操作，直接一梭子，但是没有倒，看起来我们的主角要选择直接拉过去了。最后成功灭队。巡查视频到这里呢也就结束了，经过初步的分析并没有发现这名玩家存在违规的行为。如果大家感觉有什么疑问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，视频的最后点赞可以加快雪龙的更新哦。